只有慢点，只有、啊、你干嘛一直咋咋呼呼的？我肚子好痛，可能是昨天去红叶家玩吃坏东西了。妈，前面有个厕所，忍着点。谢谢你，挚友。哎，慈母你也真是的，开学第一天就拉肚子，好凶！要好了，要好了。挚友，你可以过来一下下吗？干嘛啦，伯父妈？妈的！挚友，能不能帮我穿裤子？你自己不会穿吧？就是不会才拜托你的嘛。平时都是秦明帮穿的，因为少了一只手臂的关系，我只能拉一边上来。如果我拉另一边，这边又掉下去了。然后，哎呀，好了好了。既然这么不方便，为什么不换那种有弹性的裤头啊？真是，我就只帮你这一次。啊，谢谢。被看光光了，嗯，讨厌！姑你个臭娃，为什么没穿内裤啊？我不喜欢穿内裤。说什么？